大家好，我是杨子，来优酷国际版 APP， 用你们的语言打开《沉香如屑》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你看到的余墨，严肃、认真、一丝不苟。但实际上，余墨其实是这样的，对一切事物充满好奇心。还有这样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刚才都是意外，忘掉它。镜头盖没开你？你这是开了。看一下。开了，开了。开了吗？哦，我眼镜没事。还是一位优质爱国青年。啊，今天国庆。以及一些奇奇怪怪的、让人看不懂的行为。巴卡巴卡阿卡巴卡米卡巴卡姆。看沉香夫妇为你演绎不一样的浪漫小套路，口是心非送花季。演蛋啊！我也换嘴球了。他又想干嘛？没关系，就没关系。你跟我说干嘛？你不要误会。没有啥好误会的，你想干嘛就干嘛。那又管不到。那个，这是你的用意的，我绝不会送你的。别生我气了。就一说话就想哄好我啊？干嘛？跟人捡真心干嘛？拿着就有。你要不要？不愿意。要不要？不愿意。啊！我就是其实不想让别人误解而已。那个话都已经说了，就有误会要及时解开，你懂得，对吧？啊，你懂我意思吧？现在就是误会。我可以原谅你了，这是花束。我只说一个啊，我都不喜欢。我只喜欢这些花。嗨，早说了。OK， 你想要啥就要啥，只要你不再生我气了就行。不同寻常的壁咚吻。不说，要不先我给你。哎，这样，我的天。这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对了，你当板桥回来了，要把你吓一跳。本来你心动，可以了。老弟，先玩去。别站那了。